烤肉是人类饮食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。1985年，在切莫战国至汉代的扎滚鲁克墓地呢，就发现了烤羊排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串烤肉并不像我们现在经常食用的串在金属签上，而是串在红柳枝上。仔细观察，上面肋条清晰，骨肉相连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时的切莫先民们伴着大漠风沙，看着长河落日，吃着香喷喷的大串红柳烤肉的惬意场景。从远古到今天，新疆人的餐桌上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味的肉食，这是新疆饮食的特色之一。现如今烤制红柳烤肉的师傅们一般都是选用牧民散养截羊的羊腿肉，它肥而不腻，色泽鲜美，肉质紧密，因此食用口感更佳。在烤制的过程中，新鲜的红柳枝在剥皮后呢，会分泌出有点粘稠的红柳枝液，穿上羊肉后，在炭火的熏陶下，不但可以分解掉羊肉的膻味，还会把红柳树上特有的香味呢散发到肉里。这时烤肉发出滋滋声响，一滴热油顺着饱满的肉的纹路慢慢滑下，肉的香味已经扑鼻而来。欢迎你们来和田品尝特色红柳烤肉，一定会让你难以忘怀。